将要伫这个礼拜开幕的英华国民运动中心，现在整体工程会当讲是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今仔日下晡，台理市都李明干嘛来到现场视察目前的进度，并且甲大家做伙体验各种全新的运动器材。期待借着运动中心的开幕，培养市民朋友运动的好习惯，是创造更加健康的人生。对1806年2月正式开工的英华国民运动中心，经过一冬外的时间，总算要伫这个礼拜正式开始试营运。今仔日下晡，代理市长李明干嘛来到现场，除了视察目前工程的进度以外，嘛亲身体验全新的运动器材。运动中心占地有2.9公顷，提供各项全新的运动设施，更是有篮球场、羽毛球场、甲游泳池等等。未来将会当提供各年龄层的市民朋友进来使用。那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运动中心是非常有特色啊。那么包括像现在所在的这个四个场地的专属的羽球馆，那还有重量训练，也有各式各样的重量训练，而且是会发电。而且是很优质最新科技，又是我们台南在地的产业所提供的这个重量训练的这个健身器材。那另外还有很多包括游泳池也是非常的新的，包括有 SPA， 包括有桑温暖。那另外也有刘董事长还专设了一个小朋友很安全的一个小朋友的专设的水池。英华国民运动中心是台南市第一座国民运动中心，由着市府各局处甲民间企业努力推动而成。唔呐是设备丰富，收费标准嘛比其他县市是搁较低，期待会当成为市民的骄傲。未来伫试营运期间嘛会推出免费使用等等的优惠。记者郭佳明中西区采访报道。